继续是来自梅山乡的消息，梅山太平分退工程进行顺利，工程预定在今年的七月底完工。阿管处初步规划位外经营游客游艇，采预约登记制，以达到分退游客总量的管制，兼顾旅游品质以及安全性。试营运的期间才免费体验。 太平分腿全长两百八十一公尺，宽二点一公尺，是中国同等的单跨吊桥。经过时间、行动、改革、重新签约行发布，在阿冠村努力之下，工程总算预计在今年七月份完工。完工之后，我们希望能委托在地的团队来经营，嗯、那会采所谓总量管制的方式，采预先登记的方式来进行。嗯、那我们会跟当地啊来源，拟推出一系列生态以及人文的游程。 那希望能达到一定的服务水准。根据了解，阿管处兼顾旅游品质和婚旅性质游客数量安全性，将由当地营运业者提出结合当地生活、生态和人文的特征游艇。民众想要体验太平婚旅，必须先提出登记制。大概在所谓的年终工程完工之后，会跟那个社区这边来商议，来推出试体验的方式。 所以是会收费的吗？试体的方式大概会采预预先登记啊，大概是免费，免费的方式来进行。经过阿管处初步规划，希望太平社区成立一个单位，表达英文的权力，除提供当地人工作机会，并配合社区营造景点，所做的爱娃丁丁推出特征餐厅，以带动太平甚至民间市乡实力的发展。 在太平婚退市，营运期间体检免费；正式营运之后，不准初步推稿。每一人次体检费用收费一百五十元。新闻快讯，红白山乡彩虹报道。